嗱，呢一条咧就要系你 factorize 呢个 am 加 an 减 bn 减 bm。做法如下：首先头两个 term 抽个 a 出嚟先啦 ，m 加 n 啦。后面啦，小心啲啦。嗱，因为咧你要就翻个 m 加 n 呢个 bracket 出嚟咧，所以你后面嗰两个 term 咧抽负 boy， 括住就变 n 加 m，OK？n 加 m。跟住啦，呢度 m 加 n 同 n 加 m 咧，其实系一模一样嘅，所以啦，我哋就照抄多次，将呢句，不过后面嘅 n 加 m 咧就前后调位，变咗 m 加 n 啫。有堂咧，佢唔系好知点解可以调位嘅。嗱，我举啲例子啊，其实二加五咪即系五加二咯，其实完全系将两个数字调位，咁、那个正负值系冇任何影响嘅。呢度做紧加数啊嘛，咁所以你调完位之后咧，发觉有个新嘅 bracket m 加 n 就系 common factor 啦。就将佢写前面，剩翻冇被抽起嘅就写后面，因此答案就系 m 加 n 乘 a 减 b。